安振江，对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，就是演过很多的片子，粮食啊什么，那侦察兵啊什么的，这个比较。后来呢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崇拜陈佩斯的，嗯，因为我觉得陈佩斯为中国的喜剧和喜剧电影是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，我觉得，嗯，对，好。我非常的崇拜和喜欢是我妈妈宋丹丹阿姨，因为我觉得她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，她在春晚上的这种表演是全国亿万人民都非常期待的，应该是说作为一个演员是一件特别至高无上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，而他这么多年和本山叔叔一块儿做的都那么的好。另外就是说他说演这个悲剧人物啊，马文的战争啊，也获得了这个电视的这个视后啊，应该叫获得了这样的奖项。所以我希望这好好向人学吧，对，演过他女儿多少能有那么一点精髓吧，对对对，有点遗传基因，自己能够更努力，能够向妈妈学习吧。我们也很简单啦，就是代表观众说一句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的这个演员这么辛苦的努力跟工作，让我们有这么多好看的喜剧作品，让我们一直笑得非常的开心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。